们休息一下，下我们的换个耳麦，等一下呢。这次希望就是强调我们三个人团结跟爱的一个力量，对，然后希望加成的感觉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这次我们全力以赴的感觉，全力以赴的感觉。这次也非常谢谢大吉老师帮我们编排这种舞蹈，然后也算是结合非常多的三角形融入在里面。对，但是要呼吁大家，因为这如果做不好，我会变成绿饭桶，会怪怪的。要正一点，这个三角一定要正三角，黄金三角，黄金三角。舞蹈方面有一些折磨哦。对，就是训练的时间更长了，然后也很开心，我们公司的男子汉们、新人们，然后一起合作，但他们也很辛苦，那希望说未来在各个大小表演上都可以带着他们一起表演。OK， 一起啦，大家这个师兄师弟感情会更好。不过问一下这个现场的评论摄影大哥，需要我们这个 JP 跟男子在台上黄金三角队形来排列组合一下，好不好 ？OK， 来，那我们就麻烦这个工作人员先帮忙这个 JP hold 一下麦克风，然后呢再欢迎这个男子汉。回到舞台上来，再跟这个 JPM 的黄金三角对比，我们来好好的呈现一下。好开心的，超开心的。所以11月30号这个黄道吉日，第二张作品365就要发行了，也算是我们努力了365天，然后也是学习唱歌创作，然后很开心这次公司给我机会，然后参与主打歌365的创作。其实但是这张专辑毛弟跟小杰付出也很多，毛弟在舞蹈上面积极很多，小杰有参与制作跟创作。所以呢三个人这个各司其职，对，分工合作，对，分工合作，打造出一张非常非常好的专辑。所以三个人这次从这个开始专辑的制作及收歌，到中间配唱，到后期可能拍 MV 啊、视觉舞蹈等等，三个人会觉得说，哎，比起上一张你们进步更多。对，因为其实这张专辑我们也是跟很多优秀的制作人以及团队，像岳家导演还有薛东宇薛老师，那他们其实会以前面的那种姿色，然后来就是在带领我们，然后就说，哎，除了拍 MV 之外，我还教你怎么在制作上面或是 MV 拍摄上的一些手法，所以其实学东西上面蛮多的，哎。哦，哎，你好谦虚哦。当然，因为薛老师在现场，还要多谢薛老师。就是印象最深刻，真的就是跟薛老师。真的哦。你们觉得薛老师也是帅帅的，玉树临风。他很帅啊，他很帅。因为你知道我们去，我们就是戴帽子嘛。薛老师是完全头发都是这种。妆发好。刘海直接这样帅的。是哦。然后就跟我们说，我们唱歌的方式要怎么样。OK， 那我们就呼吁一下这个水果日报的狗仔，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个薛老师的吹捧的照片？我们就打赏。对。跟他好了，好，跟他随时都很完美的这个薛老师帮你们这个在制作方面上了很多的课程。不过呢，这个今天我觉得11月30号是一个很棒的日子，第二张专辑就是要升级再进化跟大家见面。所以今天当然呢，记者会现场还是有很多重量级的嘉宾，要一一来这边呢为这个 JPM 的发电来好好的祝福一下。好，现在我们就要欢迎这两位重量级嘉宾要来同时的登场。首先欢迎第一位是我们这个索尼音乐大中华区的首席执行官，欢迎我们的徐毅天哥，以及我们这个传奇系的老板，欢迎黑人哥，还有 Kim 哥跟黑人哥两位，好不好？哇，哎，今天场上比帅的嘛，大家比帅的，黑人哥，好，来帅哦，终于发了第二张专辑，酷哦，哦，哎，很快哦。好，我们是不是让这个 Tim 哥，谢好，提姆哥先来针对这个 JPM 的方面来祝福一下。好，先恭喜 JPM 努力了这么久啊，我也一路上任到现在，就一直在跟 Andy 跟 Pay 我们一起跟 Sony 的团队在努力，这张唱片终于出来了，而且呢，今天是一个开始，是一个起航。那接下来呢，我已经知道说湖南卫视已经把他们抢走了，哎、各个地方的邀约都在抢他们，所以 Sony Music 还要更努力，在整个大中华区。让这片整个的光彩更加的夺目啊！这个铁三角非常非常的黄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是 ，Sony 非常骄傲有你们的这个作品。哇，太棒了！谢谢。是，所以呢，这个 Tim 哥也非常看好这个 JPM 在全亚洲地区的潜力。所以呢，这个抢人大战跟你们这个空少的飞行行程，应该接下来很快就要开始马不停蹄的展开了。飞机的贵宾卡，对，美机里程，看过一张代言人啊，对。OK， 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三角饭团之后，又找到了下一个代言，对，航空公司的形象代言，哎，也是北派，就麻烦这个 Tim 哥这边努力喽。韩国都在等他们。哎呦，是。感觉这个后续会很忙碌啊！那这个黑人，你看着这三个孩子这样一路的成长啊，有没有觉得很骄傲？
当然，首先呢，先感谢所有的媒体大哥大姐来到现场啊，也很感谢 Tim 呢，在预算上面一直不断的增加。谢谢。这个也跟一段航空旅程有关。真的。有。哎，在机场碰到，有一次我跟我内人坐飞机，然后。我在那个 check 的时候，就看到，那是不是Tim？因为有开过几次会，但他平常真的是比现在还低调蛮多的。他压很低，我说，不打招呼是怕被我要预算。对，好死不死，就遇到画位画在隔壁而已。太好了，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啊，自投罗网的机会。我们跟他聊了，哇，一路聊了很多，是从 J 片聊到 J 片。Tim 那时候想换座位吗？他靠窗，所以被拉了。走不了啊！连上厕所嘞，我还不给他过。真的糟糕，听的时候怎么做啊？然后呢，后来江南胜官就是